好，这里就是 Temple Mount，也就是圣殿的基石。那大家都在相信呢，应该是这个金顶清真寺，也就是说 Dome of Rock。那现在因为这里呢，这个清真寺呢，只有穆斯林才可以进去，我们不能进去。一般来，现一直认为呢，就传统上认为，圣殿的基石呢是在这个下边。那现在有新的研究呢，发现呢是在这个圣殿的再往那边，就是接近 City of David 那里那在那个方向是银顶清真寺。实际上，基于最近的一些的研究，那我也看了一些资料，比较可能的真正的这个圣殿基石的位置呢，按照这个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他的说法呢，他说他记录的时候，亚基伯，就圣经里面是 Agrippa，就是亚基伯，希律王啊，他的宫殿也就在那边那个方向啊，他的宫殿通过 Jaffa Gate 这个直接的过去啊，Jaffa Gate 他可以看到圣殿前面的献祭的祭坛，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就 Jaffa Gate 这个犹太人接受不了，让他可以看到圣殿献祭的祭坛，所以 Jaffa Gate 在那边又加了几层，把它挡上，把它视线挡上。也是按照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，圣殿基石，因为 Jaffa Gate 在这那边，也是圣殿基石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下面，就在这个下面。因为现在这个圣殿后来被毁了的时候，石头都会摆在一起，那这也是现在有一些石头翻出来重新拼做的一个基座。但真正的基石在哪里？应该在地下，但是确切的位置我们不知道。那通常认为呢是在金顶清真寺 Dome of Rock 那里，但是呢，最新的研究呢，我觉得应该就在这个下面。这是所罗门的圣殿，也是后来这个希律所建的圣殿的基座，在这个位置，大约是这个位置。那我们说很重要一点，是不是我们真的要花这么多精力找圣殿？有一个疑问，因为圣殿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人们祷告，尤其是跟我们所信的上帝交通的一个地方。但是对于基督徒，我们这些可以说根本都不关心，因为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，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？我们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如果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，那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。基于心灵跟诚实的祷告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向圣灵说话，直接向主耶稣基督说话，直接向我们的天父说话。所以说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真正的圣殿的位置，物理上的位置不重要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殿，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，只使我们得到了圣灵的浇灌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。